欢迎来到天宇国际。你能想象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大大的树木？究竟种子里有哪些营养成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？让我们来一探种子的奥秘。举例来说，像是黑树莓种子的重量只占果实的 2%， 但是有超过 50% 的营养成分都集中在整个果实里面。因此，我们该如何得到这些种子的好处呢？天宇国际公司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营养食品。我们的产品着重于使用天然的种子为主要原料，为我们的身体提供额外的健康益处。特别为您呈现我们公司的旗舰产品——元气种子精华液。这独特浓缩的种子营养精华，结合了黑小茴香种子、黑树莓种子、蔓越莓种子、红葡萄种子以及天然的低核糖及白藜芦醇。此外，里面还添加了黑小茴香种子和黑树莓种子的混合种子油，为您提供额外的维生素 E 及 Omega 3和6的必需脂肪酸。必需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是维护细胞膜健康的重要营养元素，但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自己制造这些必需脂肪酸，需要借由摄取食物，如不同种类的种子、某些蔬菜水果、海藻及深海鱼类。然而，仅有少数人能从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得到足够的摄取量。现今的生活习惯来看，我们的日常饮食往往缺乏了 Omega 3。如众所皆知，黑小茴香、黑树莓、蔓越莓和红葡萄的种子含有丰富的天然 Omega 3和 Omega 6，它也提供各种不同的营养物质，例如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 E、维生素 C、植化素等等，有助于维持及保护我们身体的细胞。实际上，大多数的种子都被层层坚硬的外壳保护着，所以很难被人体消化。为了摄取种子里面丰富的营养，古时候的人都把种子磨成粉状，或挤压种子里面的油，用在日常烹调里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透过先进的科技，使用特殊的 Nature Fresh 天然冷压技术，从植物种子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各种种子的营养成分，并且保存原有的天然营养元素。这也提供我们在现今市场上最佳的营养物质。这种独特的技术，在不使用高温，也不添加任何有害的化学物质情况下，冷压出天然的种子油和种子营养粉，并且充分地保存原有的营养元素。与其他厂商使用的制作过程不同，在天然的冷压过程里，完全不经过任何蒸馏程序，让更多种子天然的营养物质得以保存。这都是传统的冷压过程中最容易被流失掉的成分。我们的产品只选用天然的种子原料，并透过 Nature Fresh 专利的冷压过程，充分保留了种子里的天然元素，得到浓缩高效的种子油。到底我们产品里的种子油有多浓缩呢？请看，从7公斤重量的黑树莓里，我们只能得到仅有一茶匙珍贵的种子油，而这些是由世界各地著名的医师、营养师、获奖无数的科学家、医学博士共同研发与验证的优质产品。我们科学团队里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上百种原料的搭配与配方，以求达到最好的健康效益。在这当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：
当两种不同种子成分一同混合，所产生出来的效益会比单方来得强。这就称为协同效应。好比一加一大于二，元气种子精华液的天然营养素能帮助提升精神体力，所含的维生素 E 有助于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，也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产生。使用元气产品非常简单容易，使用前只需摇匀，撕开包装顶端，然后直接饮用，每日饮用一至两包，可以达到增强体力以及维持健康的效果。天宇的营养产品能真正的将种子里最好的营养呈现出来，帮助您与您的家人时时刻刻保持精神饱满，活力充沛，健康愉快。感谢您以上的观赏，欲了解更多资讯，请连线到我们的网站www.exaglobal.com。